AV 嚟讲咧，相信各界男少有所涉猎噶啦。嗱，呢度啊人少少，嗰啲客套说话咧就可免则免啦。咩唔知啊、唔识啊、冇睇过啊，呢啲你自己讲出口都想笑啦，系咪啊？近至打机，远至英雄片，甚至连和尚部手机都有啊！问你死未？虽然早前三相由亚宣布引退，全亚洲包括香港嘅男 fans 都冇晒心机噶啦。不过唔紧要啊，因为你哋仲有波多野结衣啊嘛。虽然就已经35岁，但系波多野老师喺香港嘅知名度劲高，劲到连贺岁片都拍过，可能真系后来无者噶啦。各位大佬，机会嚟啦！波多野老师同另一位享负盛名嘅 AV 女优大龟响，下个月齐齐嚟到香港搞 fans 见面会，仲有机会近距离亲密互动，听到都觉得爽啊！之前三上由亚喺台湾搞 fans 见面会，不过滞销、啊，主要系因为啲飞太贵，福利又太少太短。波多野老师跑惯江湖啊，梗系唔会重复犯错啦！即刻睇下呢两大 AV 女优嘅见面会有咩福利先。首先睇翻今次香港见面会系咩收费先，除咗有1680蚊嘅金卡 VIP 门票同埋880蚊嘅银卡门票之外，仲特登设有成为大银6888蚊嘅白金 VVIP 门票啊！主办方今次搞咗好多活动，睇下啲活动名先：性感按摩摩、亲密穿衣服、女优帮喂食，真系令一班 fans 充满遐想。而买得越贵嘅飞 ，fans 被抽中互动嘅机会就越高。另外，如果你系 VVIP 会员，仲可以合照，握下手仔，吹下水，食下饭，足够你幻想自己变咗 AV 男优。而重中之重就系专属语音录制，可以叫佢哋录一个你想要嘅录音，录埋你个名都仲得啊！不过大家都系唔好爱嚟做闹钟铃声啦，惊你哋听到佢哋嘅叫声，唔系即刻起身翻工，而系做第二啲嘢咯。